有谁在下面，湖里有强大的力量，而且十分扭曲。是那个姐姐吗？异常情况，监测到异空间存在，是狂恶，集中火力突破。又看到奇怪的东西了，不能说，外面都是记者，你得是天才舞蹈家，不能是怪人疯子。你不要说话，我来说，你只要跳舞就够了，你会成为传奇的，你光是跳舞就能改变命运了。为我跳舞吧，我的孩子，我最爱的舞姬。什么传奇舞蹈家，慈善艺术，他就是个疯子，看他跳舞的人也是疯子。那是魔女，上流社会的玩物。你们拿了我的钱，现在为我跳舞吧，低俗的舞姬。你们违抗不了我的权利，现在为我跳舞吧，低俗的舞姬。跳啊，为什么不跳？我给你最高的舞台，你要为我们跳舞，你是我们的舞姬。别再上台了，跟我走。你都已经疯了，不能再跳下去了。我这都是为您好，为什么不明白？他来嘉年华不就是因为你让他痛苦吗？是我安慰他，他现在是我的了，才不还给你。不是说你来陪我，你跟他们都不一样，你很强，你很美，你也是一个人，你跟我更像，我们才是一样的。来爱我吧，像你爱他那样爱我。不要去，不要离开我，回来啊，姐姐。Thank you.
要面对这里了。好空虚，好痛苦，好害怕。爆炸还没结束，阿梅尔，阿梅尔，我们需要阿梅尔。不要夺走他，不要夺走他，不要遗弃我们，别留我们在深渊。如果真正的哈梅尔在黑环爆发后才进入这里，那最早给 B2001 提供精神污染的人是谁？时间开始流动，我记得你。你心里的黑洞还在吗？是吗？太好了。他们是观众，观众还没退场，观众需要我，我不能离开舞台。谁？怎么处理？大家留在这里，只是为等待演出。你们能安抚这些痛苦吗？安抚这里每一个人。没事的，我愿意为大家跳舞。回去就不孤独了吗？我不害怕孤独，
因为从来都是在哪儿都一样。至少在这里我还有观众，还能自由地跳舞。谢谢你来找我。没事的，回去吧，回到你同伴身边。这里是我选择的舞台，也是我的归宿。跳舞，为我们解除诅咒。你恨我们吗？你怕我们吗？因为我们是怪物，你也想离开我们吗？你们是我的观众，只是先一步走向所有人的终点。我们都会失去，我们同样孤独。欢悦一道终章，这世界终将破碎，而我要感谢你们，在我漂泊无依的时候，给了我永不落幕的舞台。那些无法实现的愿望，不可能成真的梦想，那些无从化解的痛苦，残酷现实。跳吧，跳吧，哈梅尔，用你的舞蹈为我们实现吧。谢谢你，我们爱你。说了什么呢？如果还能再见，我想问问他。